有画面吗？有人在吗？安安嗨，青红、秉顺、建成、蛋糕姐、一样、阿光被吓到，哎、欸，今天有音乐可以听哎、欸，小苹果对。有画面，嗨，陈旺 KB D E S T Terry 说看到那个我的标题狂笑，今天怎么大家都比较晚开台？还有他们也开台了吗？小乔跟小倩也开台了是不是？突然有声音，就是突然有音乐，我没广告，不一定吧，好像是有的，我竟然会有广告，我就没广告这样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只要直播音乐游戏，可能重播大家都没办法看，因为可能会被消音。对啊，然后反正就是能看到就能看到嘛，之后可能消音大家就不用看了，因为这个音乐一定会有版权的啊，所以我只能就是在实况中玩给大家看。然后如果你们有下载记得输我的招待码，然后要领礼包的记得私讯我。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一款游戏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没有人玩过耶、欸、你们以前有人玩过吗？小乔有开，小倩说晚点要拼太空战士15，我觉得他太猛了。他昨天不是开了快12个小时吗？还是真的开12个小时？然后他今天早上大早又开台了，继续超猛，我觉得他超猛。安安鱼宝、乐福2020、麦子英、第一，我玩过电脑版，玩过一次手残棒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都没有玩过，玩几次就不玩了，没玩过就下来一个一个按的比较会，一个按的比较会的是指。触控的那种，我障碍。谢谢谢谢土豆，谢谢土豆豆呢。这不是一放的游戏，是一放的游戏。哎，他有放音乐，我只好把音乐消音这样，听一下。啊，这样音乐都要被消，我们就听一下。小倩昨天玩《太空战士》玩了13个小时。招待码不能输了，你要先完成那个新手训练，差不多十等的时候就可以输入了。嗨，王爷，他昨天开13个小时，然后今天12点又开到下午4点，现在又开了，他真的很猛。他大概回去睡觉，然后睡觉醒来又开了，太猛了，小线，他现在要破关了是不是？小线是要破关了，对，动感模式比较，我觉得动感模式比较直觉啦。开音乐游戏我就不抖音乐了，我特地把他音乐关起来听抖那个。嗨，威廉，招待码可以输入，对，就是反正要等新手教学结束之后就可以输入了。但手残没有，那等大家都手残哦，怎么每个人，我发现每个人都跟我一样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手残，是不是？嗨，智胜，神曲。他在第六章共15哦，共15章。天哪，那其实要玩可能也要好几天哦，而且他这样子就是诶，有人加我。谢谢那个加我是那个谁，陈旺吧，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陈旺加我好友。我手残。然后加我好友，我就会邀请你们一起来玩，然后看一下吧，因为我可以开房间嘛，可以开房间邀请大家一起玩。我先开一下好了，创建房间，然后名称不用写，密码。好了，密码自己看哈，密码是7942，请进7942。
七九四二，我随便选一个。我们先去玩简单的好不好？谢谢有人送我一朵花，这个是那个啦，建成，谢谢建成。你们每天好像都有花可以送，好像。新手教学就久等了，对啊，新手教学你就点一点点一点，他就久等了。他很多要那个新手，有没有人要进来、欸？我根本没人进来。哎、欸，我也连抢，我看我选初级的哦，我选最简单的哦。赶快进来吧，看到。晚上好，小龙。小龙，偷上来一下睡。好 ，Peter 晚安 ，Peter 先睡了，晚安。还差一个。晚上好啊，多拉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好。其实我还没有，就是其实有一次我很白痴，就是随便进房间，然后就按到困难的，真的是挫赛。我们先从简单的来开始挑战，好不好？我挤进去了，对。嗨，九家。为什么他是现在是怎样？是我当吗？还是你们当？是我的问题吗？可恶的退群转圈了，好像卡住了。哦哦哦，有啦有啦，我看来是网络卡住。我还在新手教学，怀念以前的静玩。我以前没有玩欸，可是我看很多人玩。嗯，那个。这新的应该，我觉得简单的应该不会，不至于太难啊。冻结，哎，这不是简单的吗？靠！我的妈！这不是简单的吗？我刚刚没有选错吧？一个手忙脚乱的概念啊！靠背啊！怎么会这？这什么鬼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耍智障欸，我跟你讲，要把这个砸开。北七，欸，给我小白一点啦、啊！是要把它移到哪去啦？欸，换我最后一名欸，靠！我小白点，哎，我最后一名啊，烦哎，小白点少，所以我今天那么晚开台，就是在研究这个。然后，所以才拖到就是这么晚开台。而且我根本就算不到他的节拍啊，我都是看到什么就按，看到什么就按。哎，蛋糕姐很强，好不好？蛋糕姐第一名，哎。哎、欸，是威廉断线是不是？还是谁？没有的。真的是手残呢、欸。对啊，蛋糕姐好强哦、喔。
算有 A 啦，也不错了啦。我觉得对自己的那 A 也不算，分数追不上，很强哎、欸。A， 为什么是 B？ 为什么建成这样是 B？ 很认真在玩这个游戏，用了一晚。那晚上好，嗨，正红，我误算了，以为后面还有一次。好、啊，谢谢威廉送我玫瑰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们有玫瑰可以送我，不是万年拿 B 吗？没有啊，这个至少还可以。那个，还有人要进来吗？啊，我不是有开密码吗？这是观众吗？这是珍珠奶茶是谁？请出来说话。我有设密码吧？珍珠奶茶，你是谁？珍珠奶茶，请出来举手 ，say hi 一下。珍珠奶茶在看实况啊。对啊，珍珠奶茶偷镜没有？那明明是在看实况的人呢、啊。还有好友，确定？什么小提示机子把什么 touch 给关闭？哦，小白点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珍珠奶茶出来说话啦！珍珠奶茶是谁啊？默默的，好啦，我才开始哦。我记得我设密码的、啊，再试一次。珍珠奶茶配气吧？啊，我应该换歌才对。我重新等一下，重新开房间，然后看有没有其他人要玩。应该再换别手，我要搬回一层哦。珍珠奶茶是 Peter 是不是？是我偷进啊！哦，原来 Peter 是珍珠奶茶。简单的，等一下玩看看难的。我要搬回一层，可恶，小白点。蛮难的欸，而且我发现手机萤幕太大啊，反而就是很难，就是因为手太小就很难触控。丛林第一了，对，你看我搬回一层啦，是不是？小白点没笑我了，小白点没笑我啦。劲舞团，对，手机版正宗劲舞团，耶、yeah！
呵，可是我还是会按不到，就是啊，就是如果你就是手机萤幕太大，你就很难去抓到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中间很难，很坐了它在中间的话，你大拇指的话就会按不到。好啦，我们再玩一次，我挑战看看，还有人要进来吗？密码是什么？密码是什么？我记得忘记了，七九什么东西啊？有人还记得吗？有人还记得密码吗？多多绿茶进来了，嗨，七九四二在哪里啊？哦，我看到，我好美气啊，超智障的。好，还有一个要进来吼，还有红茶，谢谢你今天有送我花，我看到，然后开始。为什么退出了？等一下啦，哇嘞！我马上才开始，真的要睡了。好，大晚好哦 ，Peter 晚安。不行，我要换别首歌，一直在换，然后一直忘记换。真的要睡了，要很专心欸。可是如果你很厉害，就是节奏感很强的人，或是啊靠北，然后就会就可以边讲话边聊天，然后边玩这个游戏。像我真的不行啊，靠北了，真的，我只要聊天就会失误欸，一分心就刷塞这种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中文歌啊！我等一下切中文歌给大家听好了，好像有那个，谁小猪的歌吧？我觉得这小胜应该蛮强的吧，我都没有按到那个 perfect 吗？超好的是什么？好是就是中间的是 good 的嘛？那最好的是什么？还有这个耶，第一个怎么念？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什么？还有 great， 我按到，等一下我都有看到我按到什么。小心内裤，小心会怕。三个分数的，对啊，耶、yeah ，拿到第一了。三只手机不够，我问大家看的时候，好，我先跳出，然后重建房间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再进来，创建房间，然后这个竟然是7389，然后
看一下，中文歌选一下谁的歌？这谁的歌？欸，其实我真的是很，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宅，就是很也很少听就是流行音乐。我发现我很多就是流行音乐我都不知道欸。你们想听谁的歌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听错啊？听过的，就是谢金燕的，谢金燕的，你想听谢金燕的吗？我看一下有什么。谢金燕的歌，我听他的歌抽到妖狐太子闪退，看一下我看一下，这个吗？这是谁的歌？这是他没有写是谁的歌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一首吗？我看一下欧美的。想要干嘛？因为我拼，我先过我这关。我跟你讲，蛋糕姐马上开房间，然后跟其他人火拼一番。哦，欧美还没有是。好，先选简单模式好了。欸，还有一个人要进来吗？那个先房间是7389。好像欧美还没有欸。因为昨天才游戏才上架了。好，进来，这是谢金燕的歌吧？他歌单，现在还没有非常多，但是可以先把每一首先练好。动漫歌比较常听，不然就听。对啊，我希望有动漫歌，希望之后会有动漫歌啊。进不去，子莹，等一下进下一场。真的耶，谢金燕的简单。欸，我这简单怎么觉得好像很像很困难耶？我不是来玩简单的吗？那超难怎么办？他超难，就是手指都那个。啊哟，这个真的很可怕。建成很厉害哦，超难的会想死掉。建成很厉害哦，哎呦，训练手术。2000啊，差2000。欸，云阳，你不是正在玩游戏，你还可以我留言，是不是？这么猛，太狂！
欸，我是第一，是什么？我现在那人都已经无敌了，谁叫两个什么人好好分享？欸，这么高哦，原来这有 SS 哦，哇塞，我第一次打成这样子欸，竟然有 SS 欸，我也被我骗了，太恐了。天啊，好啦，我们来设点困难的，我试试看困难普通会长怎样。还有一个让他进来吗？还有 SS， 我先去泡奶茶，然后要进房间的先进来齁。嗨 Terry， 他是 Terry 吧？巴拉巴巴巴，这个在旁边是那个吧？巴拉巴拉，那个结婚歌，是不是？结婚歌是不是在线上？玩个零分，但你可以听红衣哀嚎，一直按不到。这个中间应该。好，看一下谁进来啊，巴拉巴拉进来了。好，我玩普通的哦，我看普通是不是真的很难哦？但是困难我真的不敢进去，因为我觉得困难太可怕了。而且这是谢金燕的歌，应该非常快。手指头不够长怎么办？用大拇指玩，还是你们都用别的，用放在桌上玩？啊！我的天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根本数字眼花，你知道吗？数字是眼花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出现。啊！错了，好，按错了。
而且我觉得不止按得好，你还要算好节拍耶，因为那个节拍节奏你要去按准，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吧，就是要抓好那个 tempo。一直在骂脏话，哈哈！我还是我太出场按到旁边，因为我觉得男生适合用大荧幕，女生的话可能要小荧幕比较好。miss 三次。miss 三次，漏过三个，耶、yeah! ！我又拿到啦！再来，房间设定换别首歌，算一下中文好了，大家好像对中文比较熟悉。可是有的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的歌哎、欸，他这个只有放那个专辑封面是不是啊？谁的歌啊 ？Oh my god！ 什么？狂冒什么？我也是真的。这是谁的歌？我觉得他应该要写上那个是谁的，是谁？是谁？我的主题曲。有现经验的歌吗？哪里有？没了吧？这什么啊？手机也太大，没有，这是那个啊 ，iPhone 六啊。还有其他歌吗？因为我看不太出来，这到底是谁的歌？蔡依林的这个也玩这个好了。这一首我有印象，这个。就是十年前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可能要十几年前了，对不对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手残之王。你说你跟我讲一下有那个音乐的名称好了，你跟我讲音乐名称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专辑封面是。他的音乐比较动感嘛，就是很，你是特别爱谢经验。他喜欢姐姐。All right now, come on. 哎，你们要续保，记得私讯我哦，我这里也有，然后记得要领。远了吧？我真的是可能要放着玩。miss 了啦！Terry， 这个叫做手残王。Terry， 你这样说过。你说你手残，我们都是那个手断的，你知道
哇，这个好难哦。这蛮难的耶。嗨，陈东，这游戏要跟画台一样头皮台。我没有很强啊，天宇比画台强。不过你自己要不要来挑战一下？结束了 ，Terry 第一，我刚玩上很 Terry 开外，Terry 开外挂，刚刚还说看到大家手藏的那个 B 而已耶，看到大家 Terry 拿 A， 不过我觉得他，我等会回台北好好练习。有键盘的啦，但是键盘的有点难。就是以前早期的模式，但是早期的模式我觉得我真的有点智障，我是比这个还智障哦。Terry 太强了。还有人要进来吗？还有人要进来吗？7389 7389，他进来了，可以玩一下。我玩看看那个简单的，然后是一般的模式好不好？嗯，传统模式，谢谢陈旺送我花，我选传统模式给你们看一下。还有人要进来吗？传统的，传统就是按键的。谢谢红色染色球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红色染色球应该是后来可以染头发或是染衣服的，就是可以换颜色的。Harry 进来挑战你，可是这是按键的哦。我觉得按键的还好，就是可能会就是不一样。我看到，我觉得按键有点难，尤其是中阶的。可是我最喜欢初阶的。谢谢威廉，我下次再一起玩。我真的要睡。好，伯安晚安，当光中一回。我在讲电话相遇得到。等一下，叫你大哥姐进来，大哥姐进来，哦，他在讲电话啦，他在讲电话，没办法进来，玩这个玩到血压升高，太紧张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小猪，李小猪，感谢，没有要进来，是不是？OK， 这个按键要去适应吧，而且我按键常常就是上下左右不分欸，我觉得是要习惯跟去多玩才会知道那个上下左右该怎么按。原来平顺也有他的克星，也有难倒他的游戏。好，子英晚安，早点睡。简单的应该还行啦，但是中间的。简单的只有两个，也太简单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那个普通的好像就有5-6个以上。
哎、欸，我真的是，我四个就不行了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四个就不行了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拿第三？我真的真不行。这个模式你可以哦，这个模式很难呢、欸。我觉得这模式好难，我觉得这模式比那个还难呢、欸。而且像那种左右不分的人，真的是。我这会反应慢半拍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啊？四个我真的不行。可能要多练习。为什么云雅马上跳到第一？云玩变第一耶、欸！这比较会玩，你们这比较会玩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呢、欸。对，哎、欸，云雅你还拿 S 哎、欸，这么猛，这么猛！我本来习惯按键的，按键我觉得难哦。ID 要跟 Twitch 一样吗？我刚刚串不一定哎、欸，不一定，你想串什么都可以。对，没有限制。我们玩中间的给大家看一下，中间的真的蛮难的，我觉得这个普通我可能会很哀嚎。钳子，哎、欸，钳子、欸，哎，记得加我，然后还有我的邀请码，记得输入，然后还要跟我拿礼包，还要跟我拿礼包，很重要，一定要来跟我拿礼包啊！分数就加笔记少，加笔记，可是这个很难。晚安，正红晚安。这要练，电脑比较顺。看我真的没信心，我觉得我会很惨。难，你那个要马上按，这个没难度，你说没难度，怎么跟你上来啊，平顺？啊，靠北！我真的上那左右不行哎、欸。建成是不是放水啊？建成不是放水，不想我垫底是不是？这个手速又太很快啦！啊啊！
我才不要嘞！什么？我才不要嘞！这真的手残，这个蛮难的啊，不是放水，因为你左右我要去看清楚啊。对啊，哎，红茶好厉害哦，他拿三个 S 哎。建成看到紫色就害，什么是看到紫色就害羞？什么是紫色害羞？什么是紫色？谢谢，哎，云阳，谢谢云阳。哎，红包被抢光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人要进来吗？然后我换别首歌，然后复健课程。那个刚刚评论你说的是哪一首歌？我也不会把一幕一进来，没这么夸张的。他只要轻轻按就好，没那么夸张，你可能是按压很大力吧。谢谢那个谁抖内我的食物啊，因为我之前前几包吃光了，然后终于他要去 Costco 买给我。现在经验的领悟工，可是上面有领悟工吗？有吗？我看一下中文。东北调过王国后领悟工，你说有吗？真的有吗？晚安，云阳，晚安。好，这里。我们玩别的，先，我们先玩行动模啊，不是，先玩那个这个动感模式。你现在正中间。我想叫他，你可是到第十等。我跟你讲，解完那个，要解完那个新手任务，困难是不是？好，来啊，我来看一下困难是怎样。欸，一下子跳困难，我怕他们会吓到嘞。欸，你看困难，有人拿了个十百千万，九万五，太厉害了。十万哦，九十几万是不是？困难。我们来看看，什么叫做超难、超困难的？我跟你讲，超难。我从头骂到尾，我也觉得，可能一直 miss 吧。好恐怖的，真的很久。Alright now, come on！ 可是我朋友好像以前也是，就是一直玩音乐游戏，玩到很厉害。啊，可悲啦！啊，我的妈！这个我是什么人按呢？随便乱按，真的，不骗大家，我看到眼花了。我认真玩。远了吧？太夸张了！我真的随便喊的，我不骗大家，太夸张了，太扯了！我最后一名呢、欸，太难了！我跟你讲，这荧幕太大了啦。我手指头根本就来不及按，
好难哦，我的天哪。哎，你们好厉害哦！大概拿 B 或 C 吧，我猜。我也觉得要食指放在桌上玩呢，因为它那个有的太靠太近了，有 B 耶。我看一下，这有 B 耶，为什么我几个奖杯？好难，前子你还比我好，你还比我好。B 啊，对啊 ，B 好难哦，太难了。我觉得他要这样子放在上面玩吧，就是拿着上玩。放别的歌了，太难了啦。我们看一下。看还有谁歌啊？这是谁？还有谁？咖喱跳舞，这个我对啊，这个跳过 SS。蛮好听谁的歌？这是什么？抢红包是不是？发了一个红包，金额随机。太晚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有人在伺服器发红包吧？教学一下怎么使用招待码哦，好啊，那我先离开，你们等一下进来吼。哎呀，这个小白脸真好了，就是你们下载完游戏之后到这里嘛，然后招待码这里有一个，上面有一个这个，我再回去给你们看一下，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招待，然后。这里输入我的招待码，在这里输入招待码就可以知道咯，很简单，最后面那首东西。然后目前我有22个人输入我的招待码，谢谢小叶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加我？好，你们可以加，然后这边我就会看到有谁输入我的招待码。好，有没有谁输入我都知道。哦，好，陈万晚安，那时候很开。对，招待码在这里输入，然后礼包有人跟我拿，请私讯我，礼包在这里，礼包，哦，在这里齁，然后往下最下面有一个设定，这里有一个礼包嘛，在这里打，然后请私讯粉丝团，我会跟你讲，对。私讯粉丝团会给你一个礼包，记得要领，好，记得要领哦。然后创意房间，你说东区哦？我看一下哦。东区，我看一下，最后一个吗？你说最后一个？中文。刚以为输入红顶，不是啦，哪里有东区？小苹果，是人的东区，哪里有啊？哎，有蔡依林的，哦，这我玩过了，东区在哪？这里，下载。好，请进入，还有一个，谢谢，还有一个，请进入。哎，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，不骗，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。哎，是猫猫哎，刚刚没注意到，好像很输入。这首节奏感也很强。房间密码多少？房间密码在那个。上面左上方，等一下，
这个要先拿开，小白点记得要关掉。我每次都听成卡吧，卡吧，他到底是在讲什么？我听不懂，很像卡吧。哦，我第一哦！哎、欸，整个人是很开心哎，拿第一就觉得很开心。我真的只要一个 miss 就被追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是 miss 掉一个。miss 了啦 ！miss 了 ，miss 差好多哦，就是断 combo。全子追上来了，哎，不对，为什么你们就追上来了？哎呀，我乱掉了啦！为什么你们都追上来了？对呀，可恶，我没拿到第一，这也太夸张，你们太。结果变成我拿第一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分数很紧绷哎，只差几千分是不是？只差几千分，是不是？评审来 PK 啊？怎么可能？不科学是啊！我不相信，上来，上来啊！不科学，进来，那房间密码在这里啊，5726。就每个人都要跟猫猫 PK 一下，猫猫作弊。蛋糕姐要上来 PK 喽，再来开始。我要验游戏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如果按困难，应该更难。每次 FM 都被什么意思？精英阵容不是，是因为大家都分数差不多，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按的差不多。蛋糕姐，你在玩游戏还可以留言。
我不能分心，真的。而且我这马是在前面拿第一，后面就会直接变第四。密死了！你看我后面真的不行啊，在前面很稳，然后后面就乱七八糟。我没有 all combo 了。我要被吃苦了，崩溃！为什么？哎，真的后面很难，真的后面很难。哎，为什么？我真的是miss掉，就不行呢、欸！你看我miss下一个啦。这老母也太强了吧！靠，他分数也太高了吧！可是我们分数都很接近哎、欸，你看，我们真的分数都差不多，分数都头脸都不敢说。我要换别的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要换按键就不行了。猫猫来观战了，是不是？他要进来观，换我 PK 猫猫，上来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换别手。上来啊，换的来评测来说一下，说哪一首歌，换你点。你刚刚点谁的歌？换精武门，我看一下精武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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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一下哦，在前面是不是？哦，对。我拿 S 欸，好啊，猫猫给我上来，我要帮蛋糕姐复仇，点爱情的恰巧，有恰爱情的恰巧，好，我先开始，有人要，有人要 PK 猫猫啊，大家都要来 PK。猫掌怎么可以这么溜？猫掌超强！Terry 也很强，好不好 ？Terry 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我跟你讲。紫色跟那个颜色到底差在哪里啊？其实我不太懂颜色的差别。啊，我 miss 掉一个。好像 miss 掉很多哎、欸！我上完电脑版很久以前，而且真的很谁玩电脑版都买很久啊，不是吗？大家都很久以前玩电脑版。
好难哦。好难哦，我最后一名，为什么他那么强啊？太扯！这猫不可救，你不行，我不行啊，真的很难啊。你有被玩过那么糟吗？我已经那么糟了，逼。对呀、啊，好厉害哦。我们换按键的如何？你有新邮件未查看哦。嗨，戴坤，我们换一下那个模式，传统模式。传统模式就是很刺激，你们看看传统模式有多难。哈哈哈！哎，对对，大腿粗了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，5726，赶快进来，传统模式哦。谁要玩传统模式 PK 一下啊？你按键你就完了，换按键你就完了。因为按键真的超难，按键真的是要训练的。太紧张了啦，那个 tempo 都算好欸。啊，为什么这大拇指太大啊？呼，也不能太快按啊。啊，又错了啦，我真的是左右不分欸。防沙的拖也很难，防沙，防沙真的是我的死穴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最后一名啦，真的机车哎、欸！靠，你们怎么大家都那么强？这是反应度的问题吗？好，反应好差哦。啊，又按错。这一种手忙脚乱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人哦 combo。跟 O 什么 Perfect 那个前置好厉害哦。我觉得我左右最难呢、欸、左右真的是左右会让我搞不清楚，请问前置是谁超强？全部完美，对啊，我觉得前置好强，他全部完美、欸，他全部完美，哦哦，那个完美，
前次好强哦！我上下左右不分，我左右不分，真的，我是左右不分。我怎么了 ？miss 一个，好厉害哦！你有新邮件未查看哦。好了，我们换别手。谁说要换别手？那个谁，点顺说要换别手。换谁？我阿木木，你看什么意思？有人在参加？然后换睫毛弯弯，睫毛弯弯，我好像今天有玩。看看。对对，玩那个，动感模式。等一下哦，心动，动感模式。好。升级了耶，领取礼包。戴坤怎么可能会比我雷？歌比较会，因为你才知道他的节拍在哪里。断了，哭哭，可是还是拿第一。我看一下，对啊，就断掉。拿到 SS 好像蛮难的耶，太困了，这个都累，你都没玩，还敢说太困？我们换另外一个模式。太困想要玩别的模式，是传统模式。点顺想被我走，你都没上来玩了，你敢说？上来上来，传统的，传统的，谁要上来？输入完成招待码就好了。对，啊，有要拿礼包的私讯我，我到粉丝团，我会拿礼包给你。嗯，私讯粉丝团会送你礼包，不想面对是怎样？怕被
带坤掉。还有一个儿，谁要上来挑战？我来垫底。为什么看不到我？明明我在，你有在吗？好了就好，还没拿，不行，要拿礼包，我们一定要拿礼包，很重要。如果你要玩，一定要跟我拿礼包，这个礼包非常重要。而且还要领哦，礼包很重要，一定要领。断线了是不是？一定要领礼包，拜托大家，礼包非常重要，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一定要输入，不能不要领，拜托。我们都看那个礼包，我跟你讲，招待码只是其次，招待码是我自己想领，但是礼包一定要拿。招待码不输入就算了，但是礼包一定要拿。但是一紧张就会乱掉了，所以要集中精神。前置好强哦，前置你是这个高手，你是按键高手对不对？你是按键高手。粉粉专给我到招待码吧。好，等一下我会统一给大家，因为现在在开实况，就是结束的时候我会统一给大家。B 很烂，这游戏没有难倒前子的模式。对啊，这好强哦 ！S 哦，你们太猛了吧，超强！三个 S 哎、欸，超强的。我先跳出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设定这里，右下角这边有一个礼包嘛，可以输入这里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下面有个设定，设定钮就可以领礼包。然后私域粉丝团我会给你礼包。记得一定要领，不管怎样，你不输入招待码没关系，一定要领我的礼包。
原来最重要的是礼包，对，对，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领礼包。我都进不进去，为什么？设定是不是也有等级限制？设定没有呢，设定没有等级限制。设定可以直接点这里啊，设定。夏天有没有设定吗？往下滑就有啦，就是这里，往下滑。对。一直说已经开始了，为什么？你重开看看，你重开看看是不是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重开应该不会了吧？然后我们开到两点就睡觉好不好？然后有点晚了，我们玩到了两点就。哎、欸，点歌啊！换别手，我想听日韩歌哎、欸，听看有没有日韩歌比较有名的，听看看日韩歌比较少。你看有没有听过的啊？我都不知道。你们有听过吗？我要选那个别的，怎样？嗯。好，还有一个，请进。手机快门应该只能打一场，没关系。还有差一个哦，有没有人要上来？小困困，我来垫底了就对了，怎么可能？安安呢？有人小叶跟我说安安，嗨，还有人要进来吗？3014，不是3104，我们来等一下，整个不顺手。好友满就把我删除，不会玩。小困困，
啊 ，miss 了。小叶好强哦，他根本就高手。反败为胜的，你刚不是还第三名吗？你现在直接拿第一名哎、欸！竟然在那里怎么办到的你？你刚刚还在后面哎、欸，马上飞奔，电量剩10%，太猛了！对呀、啊，马上被挤下来，后面那个阿伟干这么猛。我们换别首歌好不好？再换热门的歌，热门歌是什么？白日祈祷，谁的歌啊？是谁的歌啊？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小叶，你第一次玩这个游戏难？那你本身音乐应该蛮厉害的，音乐节奏应该蛮厉害的。All right now, come on！ 这什么歌啊？miss 这么多，靠前置太神了啦！前置不管玩什么都是超强的欸，我直接放在上面玩，我用两只手这样玩，不要用大拇指，我觉得大拇指好不灵活。不行，我这样也不行，好智障哦。是手忙脚乱，太空现在是跟我一样手忙脚乱。
在岛内，等一下。红林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睡前抖一个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波浪图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小叶，是小叶，谢谢小叶。好，小叶要睡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很厉害，我居然看不懂。哎、欸，阿辉，这是音乐游戏啊。哎、啊，阿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啊，好厉害哦！我也不行啊，要看零分吗？B 耶，好烂哦！前次真的超猛的，我觉得他好难，好难，他可能觉得受挫折，是不是？嗯，哦，在，朋友圈。热门，热门，我看我什么什么还没玩的，小苹果啊，哇，前置很难。前次很厉害，好不好？这个节奏感大家应该都比较会吧？这个节奏，手汗很多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会，啊，我最后一名哎，戴坤你很厉害，这首歌有听过，你会了对不对？这首歌 OK 的对不对 ？All combo 哎，你们。滑得好难按，没了。拿到 A,miss 七个。大家都好厉害哦。
好啦，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其他的。这个是我的界面，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上去摸摸头，摸摸头怎么摸呢？教一下大家，就是这个摸摸，然后就这样慢慢摸，看你要摸哪里，然后慢慢摸，对，不要一直摸到底哈，就这样摸摸摸摸，很悲戚。哎，其实我不太会。然后不要一次摸到完，还要分开摸。对，然后满的，好奇怪的游戏就这个。好，帮我摸完哈，摸完会增加好感度，就是我们会增加好感度，记得帮我摸完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的相本就点进去，我的相本，等一下先关掉我的相本，然后帮我每个照片按赞，点进去按个赞，这样。每个照片按赞，赞友全部按一遍，好就好了。嗯，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吧。嗯，然后记得加我好友，招代码在这边，输入下面这边输入招代码，然后最重要的礼包在这里，再跟大家讲一次，礼包到时候你们等一下我关台的时候会给大家礼包。然后礼包在这边输入，打开。那你们那边输入完成就可以了，记得要领，记得一定要领啊！然后赶快私信我，然后关台的时候我会回大家。照片记得按个赞，谢谢。对，照片是威廉拍，不是、啊，照片是阿威拍的。我讲错，摸真人就被关了。对，记得要去摸摸，按赞，然后输入礼包，好啦，很重要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开到这边，已经两点啦。嗯，然后关于那个，工会，因为之后会出那个，之后会有那个什么，之后会有一个什么这个啦，舞团啦。然后舞团，我还在考虑要大家帮我创，还是如果你们大家有要帮我创的话，可以创。我在想要怎么创比较好。对啊，好吧，那之后再想看看舞团怎么处理。对啊，然后因为可以收50个人，嗯，那先这样吧，反正之后我会再跟大家讨论。等我明天9点粉丝团会直播，记得收看，非常重要。明天晚上9点粉丝团会直播，明天晚上9点粉丝团会直播，请到粉丝团收看。我讲了3次，很重要。明天晚上9点粉丝团见。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晚上9点见啦，拜拜。